粮食的，但是大一环的不对的，是我在学校，但是其他路线的坚持是不能反对来到这里。所以我们有个，一旦为了2020，我们一定要团结，我们一定要推出每一条规则，才能守住。台湾是全世界抵抗中国压力的最前线。面对外部的压力，我们一定要坚守主权，不冒进，不屈服，保持现状，能耐耐久，才能化解台湾的命运。共同宣布，在此成立这个印太民主自由之方针。这样的时候，从建立中，第一个。因为在台湾有共同的期待，对民主、对自由、对人权，共同的期待，一定要让台湾当作一个印太地区才可以，也可以信任。要拼国际空间，不单只是讲立场，更需要靠智慧跟处理事情。让我们对区域的和平稳定有贡献，国际社会会不支持我们的民主台湾，这就是一条正确的台湾道路。